我有这个衣服，好热。但这衣服好热，你全部衣服都很热。这衣服好热，你知道你这次是来三亚的吗？空调太冷。OK， 在俄罗斯也很冷啊。俄罗斯人为什么怕冷？对啊，你的所有的习性真的跟俄罗斯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们不是中国人吧？我们不太用空调。啊。我去过俄罗斯一次，去莫斯科待了半个月了。啊，我没去过莫斯科。你没去过莫斯科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好远。好远？哦，你是哪里？柴森雷。柴森雷。他们俄罗斯是长城，从这头到那头，莫斯科在那边嘛。不是坐那个快车可以到吗？七天。七天？哦。要坐七天？你怎么来到中国的？坐飞机。他来中国捡的了。我离中国很近。啊。